发现啊，我是猛烈啊！现场二十六层的建筑物啊，密闭式的玻璃屋。在宁静的夜里，听到这样子的紧急声从身旁经过，纵然不是自己家发生火警，也直叫人胆战心惊啊！ 随着都市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资源有限，再加上科技的进步，使得城市的建筑越来越向上发展，都市的构造也越来越高层化。随着都会建筑高层化，高层建筑物的消防安全问题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尤其是高层建筑物，有如微型城市，人员财物集中，当发生重大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影响层面至为深广。2001年5月12号凌晨3点58分，楼高98公尺的汐止东方科学园区发生了延烧42小时的严重火灾。 这是台湾单一建筑物延烧最久的案例。楼高98公尺的汐止东方科学园区为地下5层、地上26层钢骨结构的住商复合使用大楼，整个园区内由4栋大楼组成 ，ABC3栋建筑物呈品字状。依汐止东方科学园区大楼管理委员会的资料记录。 当时约有220家公司厂商在此设立，这样一栋钢骨玻璃帷幕大楼，为什么会发生延烧了42小时的大火呢？申哥你好，你先回报你那边的火势状况。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台北县的119轻重型，是所有的台北县的重大火灾都在这个地方处理啊。哎，陈科长，当年汐止的东方科学园区大楼失火的情形，现场是一栋帷幕大楼，厂办的大楼，那因为火跟烟都已经窜出来，所以我们立即调派了临近的分队呢，然后这个侵入火场来执行灭火的一个动作。 汐止东方科学园区厂办混合使用的情况复杂，1至3楼主要是精品店、一般商店、餐厅和速食店，地下楼1楼层则是大卖场，4楼以上主要是办公室、小型加工厂和仓库等等。 当天我们第一次到达现场，无线电回报呢，是经由保全人员的带领，到达3楼，当时的火跟烟都已经窜出，而且相当的大。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对这个帷幕大楼有这个灭火的经验吗？当时台湾地区的大楼帷幕型的并不多，所以在救灾的时候呢，3楼正在救的时候，隔壁就产生了一个闪燃现象，所以造成了我们的同仁呢，好几位当时也就有灼伤的情形。 闪燃，它是指在通风良好的区隔空间内的火灾。因为燃烧产生高温，烟气聚集在室内天花板的下方。当烟层逐渐下降，而对下方可燃物品和材料辐射加热，也就是热辐射回馈，使得物品和建材因为热分解而产生更多可燃气体。 当温度持续升高至一定的温度，而且烟层内所含的可燃气体与空气中的混合气体浓度达到燃烧范围时，就会引燃室内的可燃物品。也就是说，燃烧是可燃物与氧的化合作用，因此燃烧之际，非但不能缺氧，而且其浓度必须要在一定的比例之上。
这时隐没在浓烟中的火焰四处飘舞，使得室内温度再上升，达到多数材料的引燃点以上。这在极短时间，大约是几秒至几分钟内，所有的可燃物和材料瞬间全面燃烧，室内顿时成为火海。为了更加了解闪燃发生的实际严重程度以及建构防火措施，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在警察大学火灾实验场地搭建了外观以及室内布置完全一样的两间房间，其中一间使用一般木质装潢建材作为隔间墙，而另一间使用防火建材做隔间墙进行实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烟层在这个房间里面已经从上面已经下降到大概离地面大概1公尺左右的这个高度，这个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沙发这个椅背后面都已经着火，那它的烟呢已经下降这么低了，它烟层会继续往下降，然后会看到门口的那个烟呢啊，那个入口的地方呢啊就非常的低啊，这时候的烟呢就像龙卷风一样啊，这个盘旋的这样啊喷出来啊，可以看到这个火焰呢啊非常非常的低。那在这个房间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火光，那这个就代表这个房间就已经发生了这个闪燃。那这个防火的房间呢可以看到啊，仍然是用这个红外线的画面可以看到啊，仍然就是啊只现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火而已，那这个房间却已经全部都已经燃烧了。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玻璃啊因为这个燃烧是破裂啊，它的氧气呢供应到很充足的时候呢，它的火势呢又猛然变大啊，在一个走廊上面有很多房间的其中一间发生这样的火灾的时候，那这个烟呢就是跑到这个走廊上面去啊，这个火焰就烧到走廊啊，它的燃烧就是非常迅速。这个小房间的实验从小火苗到闪燃发生的时间仅需短短的3分钟左右，温度却可以达到摄氏900度。以这项实验的加温以及火热扩大速度来看，那么延烧42小时的细致东科大楼火势延烧的状况势必十分快速。所以闪燃对你们的救火队员来讲就像是不定时的致命的地雷一样咯。对，所以当时救灾的人员呢要时时刻刻小心从楼上碎落满地的这个玻璃碎片。随着这场火灾调查承办人员的脚步回到细致东科大楼灾后现场，除了3楼起火点一片焦黑，抬头仰望16楼以上犹如玻璃帷幕中的黑洞一般，令人触目惊心。徐晓队长，细致东方科学园区除了救火的时候发生了闪燃以外，什么样的原因呢、造成它火势这么大？主要是因为它内部的一个物品摆放的一个状况，那再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共同的一个管道间、那再就是它有所谓的玻璃的帷幕，那这些都会造成这个火势向上窜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在这个消防安全设备的部分，因为它3楼部分是按照法规它是不需要去装设所谓的一个自动洒水设备，那所以火灾发生的初期它并没有一个初始灭火的动作，那它只有这个外面的这个部分有放置一些干粉灭火器。在帷幕大楼这一类密闭式空间，一旦发生火灾，室内温度持续升高，加上浓烟无法有效的排除，容易造成大量浓烟流窜以及蓄积在大楼的管道间、楼梯间、电梯间，借由烟囱效应和热浮力向上串烧。居室呢，要防止烟囱效应所造成的伤害。一个高的建筑呢，它有个中心线，也就是说在低层呢，这个冷风是灌进来的。
也就是说冷风将进来，这个烟囱烟呢是往上流，内跟外有几十个 Pascal 哈，所以它就这个烟呢就会流窜到这个居室。比如说这个烟从楼下流上来呢，它这个烟的浮力啊就可以足够呢让它呢很快速的流到呢这个每一个楼层，所以这个叫做烟囱效应的原理啊哈。所以经常呢高楼层的人呢都是无妄之灾啊。这个烟囱效应呢不只是伤害这个人员，对叫这个救灾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妨碍哈。而且在这个烟囱效应的问题上呢，经常让我们反应来不及，也是每秒的速度呢，也就是每秒钟啊会流窜到一个楼层，30秒钟就到30个楼层了。所以这个为什么经常烟囱效应呢，是我们呢在防范呢这个烟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蔡尤熙教授的分析下，细致东方科学区本是一座密闭式的玻璃帷幕大楼，烟囱效应恐怕也是这场大火的主要关键。没有错，当时的烟囱效应呢就如同导火索一样迅速地串烧了整个楼层。那经过我们的全力灌救，这一场火灾呢这逐步地被我们扑灭完毕。但是在扑灭的同时，我们在逐层搜索的时候呢，却发现了5、7、9楼分别的发生了燃烧的一个状况。这是因为烟囱效应所导引过去的。对，当时这个火势呢是经由没有完全区化的管道间向上串烧，那因为在各层不同的区块有部分民众破坏了这个区化的一个完整性。由于火势沿着管道间向12楼向上串烧，16、19、23 A 栋都陆续沦陷。指挥中心除了调派72公尺的云梯车以外呢，立即向北市以及邻近的桃园、基隆调派云梯车以及各市的消防车辆到场来支援。火势呢，陆续的向 A 栋以及 B 栋横向来串烧，整个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烟为什么是导火索呢？在跟着火灾调查团队徐志凯小队长的脚步，回到细致东科大楼灾后现场，探索导火索的路径。除了烟，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火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它会产生这个温度，那它会产生这个火焰燃烧跟这个烟的形成。那烟它不是单只有烟而已，它会这个烟是有温度的，所以当这个烟流经的任何地方，温度的这个蓄积，它只要碰到这个可燃物，它就会造成一个火势的一个燃烧的一个状况。难怪说它是导火索。对，没错。小队长，为什么这边都是楼板，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底下好多层的楼？老师所看到的这个管道间，就是这个整个细致东方科学园区它主要的一个燃烧的一个路径。这个空的部分是因为它当初在新建过后，它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层间塞，所以它的各楼层之间是相通的，所以老师看得到这个各楼层的一个相通的一个状况。这个管道间既然全部都是通的，为什么烧到后来以后只有3、4、5、7、9、10这几栋楼烧呢？主要我们要这个包括这个外面，它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可燃物的一个放置的一个状况，它才会造成这个其他室内的一个扩大燃烧的一个情形发生。您说的可燃物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像一些纸张啊，或者一些相关这个厂商它所堆放的一些货物等等的。那因为它透过这个金属的这个检修门，那它会传递所谓的一个热跟这个火势，那它会引燃这个周边的东西。乔队长，刚刚讲那么多，是不是就慢慢把6楼和8楼能够逃过一劫的原因慢慢浮现出来了？是，没错。那因为6楼跟8楼它的这个在管道间的周围并没有放置相关的一些可燃物，那再加上它这个管道间的维修的这个铁门，它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是。所以第一时间这个火势跟这个浓烟并不会向这个内部的这个方向做一个扩大燃烧的一个情形。所以平常注意小的地方，就居然能够逃过一劫。是，没错。哎，徐小队长，除了这个管道间以外，大楼还有哪些空间建筑哦？它也有这种导火索的作用，会引导火的燃烧。是。
那除了这个管道间之外，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垂直方向的这个通道，还有这个电梯的一个电梯间，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安全梯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有常常看到这个有很多人会把这个安全梯的这个安全门上锁，那这样子会导致这个在危机状况的时候人员没有办法顺利逃生。那另外就是它不是上锁，它是将这个安全梯的这个安全门打开，这样子会造成一个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空气的一个对流，然后反而会加速这个火势跟这个浓烟向上面窜升的一个状况。对对，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消防的规矩，也不要上锁，但是也要随时让它关着。是。防火门的作用是阻断火舌以及浓烟的流窜，所以防火门不只是要随手关闭，它的防火时效及结构是否符合法规标准非常的重要，否则就形同虚设了。那一个合格的防火门呢，它其实是必须有厂商它来依照它有通过认可审查的一个测试报告，还有一个技术文件资料来做制作。一个合格防火门，它有包含了门框、门扇，还有它的铰链跟门锁相关配件。使用上除了要符合这个验证登录的内容之外，还要符合相关的建筑法规。比如说法规里面有提到常开式的防火门或者是常时关闭的防火门，它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还要有一个有通过测试认证的一个复归装置，譬如说像门工器。依据标准检验局所规定的一个建筑用防火门的形式试验，其实它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是要通过加热试验，第二是加热试验完之后的一个冲击试验，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试验体它的一个构造检查。构造检查是透过查核以及裁切实验体的方式，确认它的内部结构以及各项组成，以作为产品技术文件的制作依据。在加热试验过程中，它其实是依据了国家标准 CS127 它的一个升温还有一个压力控制的一个规定。在设备的部分，它必须是要能够有3米乘以3米宽的一个耐火试验炉，就像我背面这个一个设备。在温度的部分，在5分钟要达到570度，在15分钟要达到那个760度，在30分钟的时候要达到840度，1个小时要达到925度，所以说它是呈现一个模拟火场急速升温的一个模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防火门它不能有下列的这些现象，它不能产生有害于防火的一个裂隙，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孔洞或者是火焰跑出来。被加热面的部分不能有产生超过10秒的火焰，超过10秒的火焰也代表它也不能有遮烟的一个性能。它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它的门扇的变形不能超过它原本的门扇的厚度的1/2。那个主热性能的防火门的话，在整个加热试验过程中，我们试验人员会在它的背面贴上了所谓的温度的测点，这些测点全部都不能，任何一个都不能超过260度。当加热实验结束之后，随即进行冲击实验，它的目的是测试防火门在加热实验之后的稳定性能。防火门的门扇在加热实验之后受到冲击，不会产生变形以及破坏，验证防火门在火灾结束之后仍具有稳定性能，持续发挥将火灾控制在防火区划内的功能。在冲击试验的时候呢，我们工程师会依据这个试体比较弱的地方，我们找寻3个点来做3下的冲击。这个门它不能产生破孔、破坏，还有超过门扇1倍的一个变形。那如果说这个门通过了前面2个试验的时候，它就是等于可以通过了整个试验。防火门不是只有金属的，防火门还有玻璃的。但是玻璃的防火门是怎么样能防火呢？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构造是怎么样。一块防火玻璃的构造，它基本上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它有玻璃、防火胶、玻璃、防火胶、玻璃。在火在烧的时候，这个玻璃很快的也是会融化，但是中间的那个防火胶呢，它就会膨发、会碳化，但是它能够阻挡热和火的入侵。这个防火胶阻挡了热和火的入侵以后呢，就让后面的玻璃和防火胶受到了保护。所以在测试的时候，
一个玻璃的防火门，它前面的温度可以高达900多度哦，它后面的温度呢，就差这样子一个玻璃的前后就可以，后面的只有200多度，所以差了将近700度的这种隔热的能力。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玻璃防火门的测试。这个就是经过防火测试以后的强化防火玻璃门，你看它黑麻麻的一片，其实这是中间的防火胶经过加热膨发以后所形成的一个保护层，这一层黑黑的胶体可以让火和热被挡在前面，在它前面更前面的一层玻璃呢已经融化成晶体的在下面了，可是它后面的还有两层玻璃以及它的防火胶就会受着这个东西的保护，而能够继续维持防火隔热的功能。各位现在看到的就是强化防火玻璃门经过测试以后的背面，各位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玻璃虽然碎裂了，但是它依然存在。那中间的防火胶呢，虽然有一些膨发的现象，已经有雾化的现象了，但是它仍然发挥了防火隔热的功能。一栋建筑的组成不会只有垂直的通道，一定也有水平的隔间。在垂直的通道上可以使用防火门来阻烟挡火，但是在水平的隔间上，细致东方科学园区当时除了管道间的向上串烧，每一层楼的横向火势也因为屋顶的天花板以上各隔间之间的隔间墙并没有彻底阻隔，因此造成了整个楼面的扩大延烧。那我们刚刚所强调的部分是属于一个垂直的一个延烧的一个路径。那在老师您提到的是一个水平面的。那我们在这个隔间墙的部分，它是属于一个细酸盖板的一个格局。但是在这个上方大概四分之一的这个高度的部分，它的楼层是整个是破空的，所以它反而这个造成一个水平面的一个扩大延烧。所以您说那个热气火焰就在那个上面的那个透空的大家一起的地方，在没有错。对，那另外在这个外墙玻璃的部分，它整个烧穿之后破裂之后，它持续的在向这个上方楼层做一个串烧的一个情形发生。这个一般建筑物的火灾，如果说这个火焰烧破了我们这一层的玻璃，然后向上延烧，也烧再把上层的玻璃也烧破的话，那这个就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垂直的延烧，那这个就是一种帷幕墙的一个层间延烧。那通常呢，这个窗户呢，它这个宽度越大，或者是这个宽度跟高度这个比例越大的话，这个喷出去的火焰它就越容易向我们这个外墙面这个面呢能够靠近，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闭隙效应。那这个闭隙效应如果越大的话呢，就会造成上层玻璃呢受到外部跟内部的这个温度的差距呢就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因为产生热膨胀的效应，它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应力产生，这时候玻璃就会碎掉。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外墙的火焰会造成上层玻璃就容易危险，容易破裂。纵观目前台湾都会区的高楼建筑物，玻璃帷幕墙仍然是外墙的主要使用建材。除了强化玻璃的厚度之外，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达到防火的实效功能呢？根据我们国家的建筑法规，在我们这个楼地板这个楼地板垂直的这个部分呢外墙部分，它大概有要求有这个90公分的一个构造。像细致的东科大楼
就是因为它在外墙为木，它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防火构造，所以呢，它的玻璃烧破之后呢，这个火焰就由下面往上面直接的窜烧。我们再度跟着雷明远博士走访细致东科大楼，深入了解当时破窗而出的火舌是如何往上窜烧，造成16楼以上不可收拾的大火。一般铝为木的这个构造是由铝的质料跟铝的横料加上这个外墙的这个玻璃所构成的。当火灾的时候，这个外墙的玻璃这个被火烧破之后，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开口。铝为木的这个料呢，质料呢，继续加热，受到火继续加热之后，慢慢的，就会像这样，就会弯曲。弯曲之后就慢慢的烧湿烧细，然后那边可以看到就是慢慢的整只都烧掉了。当变成那样的情景的时候，下面的火焰当楼层的火焰就会跨过这个楼层就会往上面烧这个就是温木墙开口的这个烟烧。根据调查，造成细致东方科学园区大火的原因，除了管道间和帷幕墙开口的燃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被动式的防火系统，也就是防火区划不够完善所致。例如垂直管道间贯穿各楼层，空调通风管道贯穿水平区域，管道间的周壁和维修门不耐火而遭到破坏，空调通风管内没有设置防烟以及防火闸门或是故障，造成了这次火灾经由各管道间和管路向上或是水平扩大燃烧。防火区划就是建筑设计上为了防止火灾发生后火势蔓延扩大，将建筑物以防火楼板、防火墙以及防火门窗等构造设备分割成数个区域，这就是防火区划，目的就是希望将火势控制在局限的范围内，减少火害的损失。一般我们建筑的这个防火区划，一般我们可以分成垂直的区划跟水平的区划。像我这个所在的这个楼梯间就是一个垂直的区划。那垂直的区划是由防火墙、防火楼板、防火门、防火窗这样所构成起来的。那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这个火焰进到这个管道间这个垂直的通道里面向上燃烧。那这个防火门呢就是这个楼梯间的一个开口的地方，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就必须把它安全的把它带上，那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这个火焰呢进到这个管道间里面从这个管道间向上的燃烧。像我们来到这个办公室这个区域来讲，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防火区划。那这个区划里面是有防火楼板上下楼板跟周围的这个防火墙这个所围成的这个水平的区划。那这个水平区划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又分成两个区域的这个防烟区划。那防烟区划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呢，这个是我们的铁丝网玻璃它是用这个玻璃呢把这边的烟跟左边的烟呢把它做分隔那这个玻璃呢是有防火的这个效果的。我现在打开了这扇门是通往安全梯的这个防火门，这个门呢一般是朝向这个避难方向开启，在人通过之后呢它就自动关闭，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一个防火门这边走这边推开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安全梯。那像这个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管道间的一个维修门。那垂直通道必定会有管线呢穿过这个垂直通道，那如果没有这个防火填塞那等于是呢就是留下了很多缝隙让这个烟呢随着烟囱效应往上飘的当中呢就随着这个缝隙就蔓延到各个楼层，所以这个防火填塞呢对于管道间呢就是
这是防止烟囱效应的关键。像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一边送电力的这个电力系统，这个贯穿的这个位置，这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防火填塞的这个材料，可以阻止下面的火焰呢从这个洞呢烧上来。那像这个门呢，打开看的话呢，里面呢就是一些消防的一些水管在这里面。那它这个里面下楼地板呢也是有做填塞，也是把这个楼上楼下给它封闭，也是防止这个火焰呢跑到这个管道间，沿着管道间向上了窜烧。如果楼越高，失火时烟囱效应发生的几率也越高。国内最高的云梯车只能够延伸到22楼，所以超过22层的大楼就特别需要依赖自身的防火避难性能以及消防设备能力，例如使用防火建材和防火区划的维护，因为在发生火灾时可以多为自己争取保命护财的时间。内政部建筑研究所于1992年7月成立的防火实验室，专门进行各项防火材料的试验，不断强化防火建材的品质，以确保民众在灾害发生时的安全。而防火建材又可细分为不燃材料与耐燃材料。那耐火材料来讲就像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具有防火时效的这些构造构件设备还有区划的这些构件举例来讲像我们的这个防火门防火楼板这个钢梁防火的钢梁钢柱这些都算是防火构造，或者那个耐火构造。那另外一个是耐燃材料，耐燃材料就像我这边右边这一块板子它是属于我们国家检验的这个耐燃一体的石膏板。那这个石膏板呢，一般呢像我在所在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应用在公共空间的这个装修。那像我们一般的住家里面它可能利用另外一种像那个细砖盖板这样的材料。不燃材料指的是混凝土、砖或是空心砖、瓦、石材、钢铁、铝、玻璃、玻璃纤维等符合耐燃一级的建材。而所谓的耐燃一级，就是不会因为火热引起燃烧、融化、破裂、变形以及产生有害气体的材料。比如说这个我们用陶粒在里面，那陶粒因为它是从高温烧结的，那高温烧结又底下一些防火的耐火泥在里面呢。这个实验是要做布的燃烧效应，那可以看到布的是易燃的物质。那我们现在先示范，那烧了以后你看整个就点燃了，在房屋里面呢细细点，它就这个叫燃，已经 on fire， 就是已经着火了，那它这个火就会扩散。接着我们要示范是木板那木板是比布料更好，防火效好，但是它也是易燃的。那我们现在接着示范，它也是在火焰之下呢，开始很快的就开始产生 flame 了。我们把火一开的话呢，它已经有这个叫焰 flame， 然后再继续烧，它就会扩散。开始火焰就开始蔓延了。接着要示范红砖，那红砖本身来讲，它已经非常高的，它是粘土，它非常高的温度烧出来，所以它耐火性非常好。那我们示范，那你在烧的时候，它表面不会起什么变化，所以它表面都不会，也不燃，也不助燃，也不蔓延。那这个陶粒的耐高温，它的温度是烧到1200多度，所以它可以耐到1000多度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接着示范，它火一烧以后，它里面会放火，会吸热，
但是它不会融化跟扩散。里面因为有中空的，所以它会吸那中空的热量，它会吸。拿开以后，它就很快就洗掉了。接着要示范的就是水泥浆啊，水泥浆它是用水跟水泥煮在一块的，那里面含有高量水，所以等一下示范的时候可以看到呢，它呢烧到一个高温以后就会爆开，这也就为什么混凝土结构呢，好，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爆开的现象，我们请示范。有那个电管已经爆掉了，所以在火灾的时候呢，这个水泥浆窑弄得很厚，里面水又多，它很容易就自己分解掉，然后里面就产生非常多的龟裂。研究室开发的就里面是一些耐火磷跟气质的中空材料，所以它在烧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燃烧的效应，也不会蔓延。那看表面它就不会马上吸热，因为耐火磷它整个把火焰都煮住了。可以看到表面都没有影响。这是低热传导的那个复合材料，那它本身呢是利用刚才那几种组合把它设计出来。我们现在示范一下，它烧了以后背温会很低，然后温度不会传递过去，所以它会把热都隔在前面这边吸热，然后传不过去。一般高楼建筑的梁、柱、楼地板以及墙壁大多是钢骨或是钢筋混凝土建造，都相当的坚固厚实，因此即使起火燃烧，一时尚无倒塌之余，消防人员仍可由其他还没有被波及的地方进入内部抢救。这是防火庇护，庇护就是保护钢材呢在可以耐高温，然后这个使用的材料就是用岩棉，那这个呢是高温里面抽丝，有的是天然的，然后它利用呢粘着材料跟岩棉在一块去保护它，那这个厚度越厚的话呢，对钢铁的保护就越好，一般可以到2小时的防火时效。一般而言，防火批复可以有效的保护钢材，不过防火批复仍有其耐热的极限，而且钢材本身虽然也是属于不燃材，但是遇到像细致东方科学园区大火延烧42个小时，还是无法抵挡持续高温大火的考验。像这个东科大楼的火灾，时间长达这个40几个小时，这个结构钢结构呢不耐这个火害，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加热之下呢，在这个载重跟火害的这个持续加热之下呢，它就会出现它所谓强度响土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大概温度一般是在400度到500度之间。那这个时候持续的发生之后呢，这些钢材呢，就会发生类似像弯曲、错曲这种种的破坏行为。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有一些钢材的这个现象呢，就算是这种现象。一根可以承受数十到100吨载重的钢柱或者钢梁，发生强度降幅之后，其载重能力就仅剩下原来的2/3，所以钢材就会发生弯曲、扭曲或是错曲等变形破坏。所以这也是灾后建筑物是否能够再使用的重要考量。高楼构造虽然坚固耐火，但是有时候内部装修的材料则五花八门，若使用了易燃以及高烟毒性建材的话，遇到火灾的灾情仍然会十分的惨重。
目前市售的装潢建材种类繁多，而墙壁隔板和地毯更是相当普遍的装修建材。从住宅到办公室或是一般的商家店面，这两种建材几乎是装修必用的材料。但是就外观来分辨其防火性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耐燃材料则是指耐燃合板、耐燃纤维板、耐热塑胶板、石膏板和细酸盖板等等建材。这是防火细酸盖板，这是一般市售的防焰板，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喷灯的试验。防焰板主要是用来防止微小火源的扩大，使燃烧初期的火势受到抑制。但是微小火源如果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扑灭，只要燃烧时间一长，火苗还是会发展成大火的。主要是用五层的那个涂装，让它造成那个层次感。耐燃建材的细酸盖板中，它主要的原料包括像石灰、细酸盖粉、还有云母、还有生物纤维跟其他的一些无机的一些添加料，然后它经过高压蒸汽养分，然后合成细酸盖。细酸盖板它都是必须要通过 CNS6532 耐燃一级。防火系统来讲，9mm 以上大概可以通过防火一小时的防火测试。然后目前比较先进的材料来讲，12mm 都可以达到防火两小时的防火时效。通常像细酸盖板这一类的耐燃一级的建材，它主要用在像住宅、办公大楼及像 KTV 这样的隔间系统。它油漆漆起来以后，它也是像一般的 RC 墙一样。另外，它可以另外再做在像我们一般的平顶天花板跟造型的天花板。由于建筑技术进步，许多大楼在设计时讲求美观、时髦、采光以及节省空间。不论是外墙或是内部隔间墙，都大量采用玻璃建材。那么这样的玻璃是否能够防火呢？以一般室内装修的玻璃来看的话，依据我们建筑法规的这个技术规则第88条，一般的这个玻璃，像这个防火玻璃的这个橱窗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耐燃一体材料，因为它不自燃也不会助燃，那它是属于我们法规上面的耐燃一体的建材。那像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玻璃的用途的话，像我们那个在做捷运车站或者是这个地下街它有时候做那个防烟垂壁，那个用的也是一种防火玻璃。那此外呢，这些玻璃呢还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防火门、防火窗它可能是具有这个一定的防火时效。那这种玻璃呢，通常都是会有的会膨胀那有的它膨胀之后呢，它就可以阻止这个火跟热然后可以达到一定的防火时效。那像这个强化玻璃这个橱窗的话呢它通常为了要延迟它的这个防护的功能的话呢，它通常可以配合上面那个像这个天花板所设置的这些洒水头可以保护它，使它在遇到火灾的时候不容易这个破碎。由于建筑结构中管路、电线电缆和通风管道的设计往往因地制宜，并非一成不变，因此适当的防护施作为的就是将火源维持在一定的空间中，拖延它向外展开扩散的时间。而这也正是细致东科大楼忽略的地方。防火真是随时随地马虎不得的，就连长期从事建筑防火研究的雷博士也曾经发生因为不小心差点烧了自家住宅的糗事。那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家人在使用这个浴室的吹风机的时候由于这个没有把这个开关的这个地方把它推到 off，
当时的情形是我已经出门了，然后这个临时忘带的东西，就又回过头来，结果回到家门一看，这个浴室里面已经冒烟了。进到这个里面来看的话，这个整个吹风机啊，整个都已经起火啊，燃烧起来，然后这个火焰已经接近这个天花板了。那在那个之后呢，这个我家里的这个装修，连浴室的天花板啊，全部都给它换成这个奈良一体的建材。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家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电器用品用完之后呢，如果不用的时候呢，就一定把这个插头呢把它拔起来，这样呢就可以确保它绝对不会发生在类似的情形。徐小队长，我们现在都知道东科大楼大火是因为防火不良而引起的大火，但是这个地方火警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请你为我们讲一下？是，那这个主要的起火点是在三楼的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公司。那在这个起火点，它摆放了一个佛堂，那上面有点所谓的一个延命灯。那在他们这个最后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将这个延命灯把它熄灭掉。那因为可能是因为大家这个周围的这个布幔掉落，或者是一个老鼠打翻了这个油灯而引发的这场火灾。那这是造成这个本案火灾发生的一个原因。为求实证，根据火灾调查科的报告进行了以下的实验。首先是布幔掉落，第二是纸张滑落油灯，第三是老鼠经过打翻了供桌上的物品。第一和第二个实验虽然会着火，但是却无法找出在密闭的空间中无人无风的状态下，为何布幔以及纸张会忽然掉落的原因。但是第三个实验的确能够推断出小老鼠撞翻物品而导致失火的合理原因。所以火灾的发生实在是在意外中间发生的。 是的，没错，非常非常是。古人有一首打油诗，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叽里咕噜滚下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可能就在这儿验证了。但是不管它是由老鼠打翻了油灯所引起的火灾，或是佛堂的布幔所引起的火灾，都逃不过火灾调查科的科学实验调查。想不到今天来这边学了这么多的防火知识，既然来了就体验一下消防工作吧。好，没有查到头。